来哈，等我一下。说的对的，说没的，就问我，我看我想。有三个。咱们今天啊，要继续介绍 Heroes。上一集讲到哪里啊？上一集不是在抽吗？对，上一集不是在抽，然后我们就没有抽到。反正就抽到什么介绍什么就好了。哦，所以现在成角就一只哦。哇，这让我太傻眼了吧！屠夫，OK， 那这边是那 skill 的部分。你们参考是他的所谓的一个探索技能哦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就是说你探索再放了一些技能这样子啊。意思是我们要找一局的，是不是？美的这边至少都那么高级，是要怎么玩啦？欸，我是要给你们扎营吗？重点是我这个任务就没办法完成没，烦死了。实验部真的很烦哎。啊，终于可以靠关了，饥渴难耐了啊。终于可以靠关了。等了很久了呢。你现在钱还不够吗？我们今天就往那边。你就慢慢把它修出来。